Hello，TVBS 187气象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今天的温度跟昨天比起来又稍微的再高了一些，所以呢，有一点小阳春的感觉。这样子的天气形态预计会一直维持到礼拜四的白天，也都是如此。所以礼拜三、礼拜四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热。白天的时候，但是晚上呢也不会像是之前的这么的冷。昨天的晚上都还蛮低的，可能那时候台北的内湖都还只有17到20度左右，但是在今天呢也都慢慢的回升上来。我看到外面好多人其实都穿着短袖跟一件薄外套这样子而已。好天气维持到礼拜四，记住这一个时间点，因为礼拜四的下午呢又会有一波的东北季风来增强。好，我们先来看在今天的低温部分在哪些地区。看到左边，在新竹的峨眉还有苗栗竹苗地区 11.8 和 12.1 度，那么在整个中南部地区，包含像是云林啊、南投、嘉义，也都只有13度，连中南部地区都这么低，就是因为其实上一波的这个冷空气离走了之后呢，其实台湾上空的空气还是比较干的，所以辐射冷却效应加强，就很有可能在早上的时候达到最低点，温度就只有13度。但是现在慢慢的回升，在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有到25到28度左右，所以我们说温差10度可能都还超过，有的地方还来到了温差12、13度左右。那么在东右边的这一张图呢，其实是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你看，其实在北部地区的温度就已经回到了 25.9 度，这么热了，中南部地区就更不用说，26.7 27.7，甚至今天最高温是29度的，也是在高雄这里。而在整个东沙群岛这边，当然还有飙出30度的高温，但我们就先不去记。以台湾本岛来说的话，今天高温最高温是在29度。好，我们来看明后两天的温度变化，大致上是这样。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点转变，因为礼拜四的时候水汽开始稍微的增加，所以多多少少会反映在温度上面。所以礼拜三明天高温27度还是热，但是到了后天北部会稍微下降个两度左右，但是低温是下不去的。那么在宜兰地区呢也是恒温，大概17到25度，新竹16到25度、26度左右，台中呢不变，嘉义高雄温度还是这么的热，即使在水汽增加的情况之下，它降幅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这一个是在11月23号的地面天气图，到时候呢，这个冷高压要南下之后，我们就要看它这个强度到底强不强。以目前来看呢，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猛烈，所以在礼拜五的这一波它的强度不强，下礼拜二经历的这一波强度就会比礼拜五的这一波还要更加的明显。我们来看地面天气图，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我们先来看礼拜三的晚上。这一天呢，其实高压已经慢慢的移出海，变性会成为一个比较暖的空气，所以台湾这时候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四吹的都是一个东风的形态，所以在整个东半部地区或许会有一些很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老实说其实都不构成威胁。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晚上，看到这个冷高压已经慢慢的南下了，而且等压梯度很密，意味着这个风会越来越大。而风越来越大呢，除了提醒您在整个沿海的风浪会比较明显比较强之外呢，它的温度也会略微下降，只是目前看起来对于北部的影响会比较高，但是影响的也只有高温部分，低温还是下不去，大概也是15到18度左右，不会达到冷气团在礼拜五的这一波。那么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就看到它这个高压又慢慢的移出海，所以又开始转为一个吹东风的天气形态。所以未来几天呢，其实都还蛮相似的，它主要就是一个吹东北风、吹东风、吹东南风这样子的高压回流的形态，大概3到5天会一个循环。而礼拜五跟礼拜下礼拜一的这一个呢是比较接近一点的，当然如果它这么频繁的下来的话，它的强度也不会像是我们上一波经历的这么的强大。好，我们就来看到一周的气温变化图，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礼拜五之前呢，整体来说也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块，台湾的天气都是普遍偏热，但是温差很大，动辄超过10度以上。红色的这一条线呢，红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东北部还有马祖地区，绿色的是中南部地区，比较浅一点点。那么黄色的这一条呢，就是花东和金门、澎湖。相对来说，花东地区它的温度的介质范围就是落在北部还有中南部地区，大概是一个比较温差相对小的地区，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这个风向的调节。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增强，所以
北部的地区温度就下降了，粉红色的这一条线大概高温会下降个5到6度左右，所以到时可能只剩下20到21度，但是低温下不去，依旧是15、16度左右来徘徊。那么花莲地区也是有降温的，中南部地区绿色的这条线降温的幅度不是很大，还是有机会会出现25到29度的高温。而且这一波东北季风它很快的就消风了，在礼拜日的时候呢减弱，温度一下子又慢慢的往上窜。而到了礼拜一的下半天，礼拜一的白天其实看感觉这个起伏也都还不是变化的特别明显，但是到了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温度下降的就比较多，它后面没有画出来，因为礼拜一的晚上快的话可能这个冷高压就会已经靠近台湾，而对于整个台湾的影响就是北部温度会下降，中南部呢目前还是要看它的强度强不强，但是先不论这个强度，我们看它的这个位置预测认为它会往南压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整体来看呢它会比礼拜五六的这一个增强的幅度更大。那么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水汽的部分了，其实这几天呢电量降水预报图看起来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整体来说就算吹着东风，但是在东半部地区降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礼拜二礼拜三都是如此，甚至到礼拜四上半天也都是，礼拜四的下半天可能有一波水汽经过的过程，可能多多少少在迎风面地区就会出现一些雨。我们带大家来看这未来一周的降雨预报的示意图，在礼拜二到礼拜四呢非常水汽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你要去各个地方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就算你去的是东半部地区的山区，老实说它降雨的几率也没有到特别特别的高，甚至如果真的下雨的话你穿风衣也都可以抵挡得了。再来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六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在整个大台北的东侧，其实比较靠近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这一块呢，降雨的几率会来的比较高。你说花莲会下吗？看起来其实也未必，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要去到宜兰这里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可能降雨的几率会高一些，但是雨会不会到很大，目前看起来水汽也不是特别的多。而到了礼拜日之后呢，东北季风很快的就要减弱了，所以从北到南又恢复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对，今天没有宜伦，因为宜伦他在泰国玩，那他下礼拜的时候就会回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想他的话其实可以在留言板刷一排，我们都会跟他说。好，下周一东北季风持续的增强，一样是在整个北部地区迎风面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高的情况，但是呢花东地区也会下，因为毕竟东北部还有它整个吹东风高压出海的过程当中呢，在迎风面地区都是有雨的。好，我们就来看到这 QPF 的整合实验图，还有这欧洲模式的决定性预报图，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大致上的趋势差不多。虽然我们自己气象局认为说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感觉很像在整个东半部啊东北部啊，感觉这雨区雨量感觉蛮大的，但如果你对照下来下面的欧洲模式来看的话其实不会到特别的大，主要它告诉你一个区域，就是在整个东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偏高。礼拜六礼拜日呢整体来说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这一波东北季风预计影响礼拜五礼拜六甚至到礼拜日的上半天嘛，所以反应上面来看就是这几天要去山区宜兰的话留意一下下就好了。那么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二这两天，礼拜二的时候很快这个水又变得比较少，礼拜一会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东北季风靠近的过程当中它的前缘会先到，有风面通过，当然迎风面地区就会有一些雨，但是也说了它下一波无论是礼拜五的这一波还是下礼拜一的这一波呢，老实说水汽都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其实就算它下的话也不会说像下一整天或者是下大雨的情况，大家都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好，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今天其实毕竟还是属于一个吹东北风东风的天气形态，所以在整个背风侧的地区大家都要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会稍显比较差一些。这一张图大概是中午左右的图，其实在中午之前呢在整个中南部地区都已经亮起了黄色的灯号，所以也就意味着它在午后光化作用的加持下去，可能部分地区真的有已经来到了橘色灯号的等级，也就是敏感族群要特别留意，像是有些过敏族群呢他们就会发现说尤其在中南部眼睛就已经特别容易红特别容易干，甚至呢会开始流鼻水，这个都不是个案，因为其实在这边呢
秋冬的时候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再加上再过一阵子呢，整个境外污染物的移入呢，会对整个中南部地区甚至北部地区都会有不小的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黄先生问说，明天新北市的板桥区天气如何？新北市的板桥天气大致上呢，高温就一样是落在25度到28度左右，那整体的降雨其实并不会有，而且它一直到礼拜四之前呢，其实温度也大概都是在28度左右高温，那么在降雨的情况之下呢，也是介于 10% 到 0% 不会下的情况，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在北部地区呢基本上不太会下雨。好，那还有我们来看 Sherry 也问说，今年11月的平均温度是不是历年来的新高，冬天有变短变晚到。其实今天这次的冬天呢，你说它有没有真的比较晚到？根据过去的一些平均值来看的话呢，反而它是早到的哦。因为大家印象中那个上一波的冷空气冷气团，也就是上礼拜五到达的这一波呢，其实比过去我们平均值运算出来的天数还要早了个几天，但是后面几天又变得比较暖一些了。所以你说它有没有比较晚来，也没有，它比较早来，只是它真的整体平均冷的情况呢，确实时间点是有往后延，像是现在感觉上还是有点偏热的，很多人呢出去都还是要穿短袖。好，我们再来看，有人问说11月28号冷空气的强度有调回来，会有冷气团报道，目前看起来感觉它现在呢还是介于东北季风到冷气团的强度之间，会不会达到冷气团等级呢？确实有这个机会，因为它的这个强度就算不强，但是它压得够低，而且上一个冷气团大家有印象吗？它在礼拜六的时候呢，本来我们预估它就只会来到冷气团等级，但是呢辐射冷却效应加强下去，它就一下子就到了 12.4 度，也就是到达强烈大陆冷气团。所以在下一波它有没有可能会像类似这样子的剧情重演，这机会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它也偏干嘛，所以辐射冷却效应你扣个6度呢，就算它只有18度，扣个6度它也来到12度，是不是也已经接近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所以这很难说，所以这个也很难去评断它到底会不会触碰到那个阶段呢、啊？但是我们能告诉你的一个趋势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冷，毕竟礼拜三也是24节气里面的小雪嘛，小雪意味着就是之后的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寒冷，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大家日夜温差还是要做好，而且这个夏天的衣服其实已经可以慢慢的把它给收起来了。好，我们就来带大家来看除了天气之外的资讯之外，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就是其实现在世界各地呢都爆发着这个床虱的危机。所谓的床虱呢，就是臭虫，法国的臭虫，他们从英国、法国呢短时间爆发，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马上在日本和韩国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在香港还有日本都有出现它的踪迹。但是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发现臭虫呢？现在当然还是需要考证，但是踪迹是有出现，就是大家看到觉得有点像。我们等一下后面有一个事例给大家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哦，现在这个全球爆发床虱危机，现在可能会危及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在2017年到2022年，其实法国已经有超过一成的民众家里面都有被看出来，或者是自己自检出来有臭虫，所以这其实也影响到很多人对于他们的观感啦，认为说他们之后就要办这奥运了，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观光？确实他们也是有担心的，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防治措施，包含喷了一些消毒农药啊、杀虫剂啊等等的，就是希望可以杜绝这个臭虫的蔓延。那么这床虱呢，其实最初爆发的地方是在法国的巴黎，从学校、火车和医院、戏院，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虱患，而且呢，它蔓延到英国伦敦的地铁，还有曼彻斯特的巴士，其实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扩散到了整个欧洲，甚至来到了亚洲地区。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说，哎，跟全球暖化有没有实际上的相关？我们去查了一下资料，其实这个床虱呢，它比较适合生存的温度大概是16度以上到30度左右，刚好呢，其实它比较适合在整个热带或者是副热带的地区来生存。只是为什么会在欧洲地区这种温带地区它也能大肆的繁衍呢？最重要的原因可能真的是跟全球暖化有关，因为床虱它如果只要低于16度的话，其实它就会进入一个半休眠的情况，
但这个英法国两国呢，其实这几天甚至这几个月的温度也都普遍高于16度，所以才会让他们的这个床虱的患这么的明显。你看哦，从1999年到2006年，臭虫的案例就暴增了45倍，而且美国的疾管局他们也说，臭虫在温带其实应该是比较沉寂的，但是因为全球暖化，所以导致温带地区也开始变热，臭虫才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好，那其实大家也想要问的就是这个床虱，这个臭虫其实以前也是有听过的，怎么最近才会拿出来讲呢？确实在可能几十年前，在全世界它也曾经肆虐，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 DTT 的杀虫剂开始使用了，它这个虫患也就大幅的减少。可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床虱抗药性因此而增加，再加上呢，前一阵子不是我们台湾以及世界各国都爆发了这个新冠疫情吗？所以很多人都不出国，但是解封了之后，这些臭虫呢，他们也跟着解封，跟着大家一起来出游旅行，所以才会导致它扩散的程度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来得更不可思议。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床虱，它长相长成这样子，如果你在家里面有看到类似的虫的话，真的要多加留意。通常呢，它在幼虫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透明啊白色的状况，吸了血之后呢，它的颜色就会开始越来越黑，呈现这种红褐色的。然后昆虫学的教授就说，这种床虱啊，一两个月没有吸血的话都可以活，而且一旦它吸血就可以产很多很多的卵，一次产呢可以产大概200到400颗卵，而且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虫哦，它的存活的时间可以高达一年，而一年它每次产又可以产200到400的卵，当然大家对于它的影响性就会特别的害怕。现在韩国专家也说，除了它的繁衍性特别的强之外呢，还包含它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床虱吸血量是一般蚊子的7倍，而且一吸可以吸10分钟，会造成伤口更痒，甚至严重的话会让你有失眠的状况出现。那么现在皮肤科医师陈玉聪就讲说，你可以在家里面来做一些动作，来看一下家里面到底有没有床虱，比如说检查你的寝具、家具里面的缝隙有没有床虱的排泄物。那么排泄物是像什么呢？就像一些黑棕色的小点啊，或者是一些脱皮的空壳，这都是你需要留意的。第三个就是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被褥上面有没有这个血的斑点，就可以知道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床虱在你家里面现踪。那么它跟蚊子最大的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包含你如果被这个床虱咬到的话呢，你的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强烈，因为一般蚊子它咬你可能只有咬一次，但是这个床虱它通常不会只咬一次，它一次呢会在你身边的这个部位大概咬3个洞左右，所以呢一次感觉你就会觉得比蚊子还要更加的烦人，因为它更加的痒，而且它跟蚊子还有跟我们最讨人厌的跳蚤也不一样，因为蚊子和跳蚤呢，它咬了你之后，它中间会有一个小黑点，但是床虱的话，它咬了你之后是没有的，所以可以以此来作为一个区分哦。那再来，床虱预防还有消灭，其实也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避免去购买一些二手的家具啦，还有包含像是一些二手的衣物啊、古着，尽量少买。第二个，检查虫虱的踪迹，刚刚有提到这三点你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第三就是尘螨防护罩，第四就是清洗还有高温烘干衣物，可以透过55度的蒸汽来处理，像是一些烫衣服的这一个就可以来帮你杜绝这个床虱在你家里面出现。还有寝具的家具的缝隙也要彻底的清洁，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黑棕色的小点，或者是脱皮的空壳，或者是最后严重起来的话，你就可以请专业的灭虫公司到你的家来看一下。好，那在这几天其实床虱大家很害怕，因为从国外到韩国到日本甚至香港，现在连台北也出现了疑似的踪迹，就是在万华的这一间旅馆啊，有民众就入住了之后发现说家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小虫，就有点像是这一张图，然后他一开始还以为他只是一个小蟑螂，所以他就把它挤爆了。但是呢，第二天他又自己去爬了一些文，看了一些图片之后，他觉得这个虫呢还是不断的出现，而且感觉越来越不像小蟑螂，所以他就把它打包，然后拿去给这个柜台来看，认为就是床虱，也就是臭虫，然后他也把这个经过po到了脸书上面。但是呢，这个业者是怎么说的？业者说他们看了这个照片，以及他们看了他们给他这个夹链袋里面的昆虫，他们觉得
跟床虱和臭虫的样子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以他们目前初步的看法，认为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果蝇，但是卫生单位当然还是不会放过，就跟他们说，哎，你们要彻底来做清消啊，然后事后会来做一个检查。除了在台湾之外，如果11月你要到韩国去旅游的话，你要特别留意了，因为现在韩国呢有两件事情需要提醒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南韩政府说11月13号到12月8号会展开30天的除臭虫计划，因为说他们现在是臭虫的重灾区嘛。第二个就是劳动协议谈不拢，所以首尔的交通公社说22号有可能会再罢工，所以如果你要到那边来做这个地铁交通的话，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还有在右上角的这一张图，就是看到了南韩现在也创下了这个臭虫的仪表板，就是告诉你哪些地区呢是有臭虫出现的几率，以及有被消灭过的痕迹，它都会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红点，然后上面有个打勾或者打一个问号，代表说这个地方是可疑的。如果你去到这些地方要留意，那么目前呢，他们是有计划可以免费来推出给大家来使用。好，那东大门还有弘大的二手服饰店呢，也因为他们棉质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适合这一个床虱的生存，所以他们现在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店里面的业绩受到了冲击，所以首尔的工程师就发布了这一个臭虫仪表板来追踪这些侵扰的地区。除了台北、南韩、日本之外，还有香港。香港之前这个床虱啊，我们有在那个香港的快线上面很像有发现类似床虱的昆虫，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呢，目前还在检查当中啦，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彻底的清消了。只是现在科学家都说，其实在香港呢，它根本就是一个臭虫的迪士尼，因为你看到他们的房子都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人与人互动会很频繁，所以当然对于床虱的生活以及传播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香港电商平台就说，他们在双十一期间的时候民众很害怕，所以他们的臭虫消灭的产品销量呢也暴增了172倍，甚至呢某零售商一天的销售总额就达到了815万元的台币，相当的惊人，可见大家真的很害怕这种床虱会出现。毕竟新冠疫情结束了一阵子，不希望这种重患再度的让这疫情传播得更加的快。好，那最近几天天气忽冷忽热，像是这几天开始变暖了，但是冷起来还是蛮冷的，所以天气忽冷忽热你就要注意什么呢？除了心血管之外，连眼睛也要注意哦。一个高雄62岁的男子呢，视力突然之间就变了模糊，一开始他以为他只是在玩手机玩太久所以导致的，但是他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眼睛还是还蒙蒙的，所以他就自己去了医院来做检查，结果检查之后发现是分支视网膜静脉阻塞，也就是俗称的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其实跟脑中风还蛮类似，就是它特别容易会在冬天的时候发生，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低温的环境啊，会促使这血浆的粘稠度比较增加，而且眼中风还可能会引发视网膜的新生血管，造成眼内的大出血，如果严重起来他是有可能会失明的。而前几天也有一个新闻也是蛮震惊大家，就是这个卫福部的司长赖向华呢，突然之间就在家里面猝死，没有任何的征兆，结果后来经过相关的鉴定认为可能是跟心肌梗塞，天冷导致心肌梗塞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个案，因为过去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没有任何的征兆呢突然之间就猝死。在十月底到现在呢，乳癌名医郭耀龙还有体育主播詹启胜也都是因为脑出血而猝逝的。而卫福部之前也有做过一个统计，说每42分钟就会有一个人因为脑血管疾病过世，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过程。而我们之前一直告诉大家，在秋冬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就是温差的部分，你出门到回家可能感受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如果你在家你洗热水澡，你出来的时候这个温差幅度可能动辄就是超过10度以上了，尤其老人家尤其小朋友真的要多加的留心。所以现在重症科医师黄轩就也说了，天冷有两大禁忌千万不要做，第一个就是不要抽烟，还有不要喝酒御寒，因为抽烟会使得这个血管收缩变窄变脆，会进而引发中风心梗。而喝酒的话呢，会让人短暂的温暖感，但是血管舒张反而会让这个体的热能散发的更加的快。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厚衣服呢保暖其实也没有用，因为对于很多的致命习惯如果你没有改的话呢，
都还是会让你有一些病情的传出，包含像是如果你没有暖身，你就马上起床。我们之前也在呼吁大家，冬天的时候呢，最好可以在床里面赖床一下，赖床个两分钟，活动一下自己的手脚。第二个就是用冰水洗脸刷牙也不要，因为可能一时之间的这个低温呢，确实就会导致这病情的触发爆发。再来第三个就是脱衣服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保暖，还有忽略耳根子还有脖子，因为这边它平常呢不太会有衣物来遮挡，所以我们会建议您可以用一个围脖啊，或者是用耳罩，在冬天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再来穿错衣服的层次，比如在最里面应该是要穿棉质的衣服来吸汗嘛，那中间呢大概就是要穿毛衣，最外面呢就是要穿着风衣来阻挡这个热能的散失。但如果你穿颠倒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有相反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运动也不能忽略暖身，否则呢很有可能一下子就会有猝逝的情况。好，我们最后提醒您的部分来跟大家回过头来讲天气。今天明天甚至到礼拜四之前，白天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偏暖的，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比较冷。但是今天11、12度，明天可能早上的温度就不会到这么低，会稍微的回升一点。但是因为这几天的温度呢，其实水汽都少，云层都少，所以辐射冷却效应还是有，所以还是要注意早晚会比较凉一些，局部温度可能会更低。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也比较大，那么东部偶尔会有阵雨，但是是非常非常的零星。西半部呢则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那如果讲说东部地区有雨的话，可能比较集中在宜兰或者是在基隆等地的地区。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是是冷气团什么时候报到？冷气团如果要报到的话，我们目前是期待了，它可能可以在下礼拜二的时候这一波会到，因为它的强度呢确实有可能会接近冷气团等级。所谓的冷气团呢，其实它是一个本身它的强度在那边，但是呢会间接影响到它的温度的，有包含冷平流，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冷空气辐射冷却效应。所以就算它的冷平流没有达到冷气团的等级，对于台湾而言，但是辐射冷却效应加上去，它的温度低于了14度，它就有可能得到冷气团的等级。那目前看起来下礼拜一下礼拜二这一波有这个机会，那么12月初的这一波呢也有机会，而且机会会比下一波来得更加的明显。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因为毕竟礼拜三小雪嘛，那么12月8号左右就是大雪了，在这之间呢当然天气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温度会越来越低，夏天的衣服已经可以开始收起来了。好，大致上就是如此。如果今天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到的话，都可以在明天的直播继续来跟我们讨论。好，今天直播时间到这边，拜拜。